大家好，啊，今日咧就系呢个12月18号，啊，星期一啦。咁啊，好应该系头条嘅咧，就有两条嘅，并排嘅。我谂嚟谂去，有时真系系咪？即系你话诶，我哋做吓咩，梗系将嗰个最吸引人嗰个摆先噶啦，吓，啊，或者最严重嘅新闻摆先，你唔两样都差唔多嘅，但系系咪？黎智英我哋等咗好多日啦，系嘛？今日终于开审啦，咁啊亦都各方有评论啦。不过我觉得李家超先，李家超咧其实都好严重嘅，啊，上去，啊，我哋嗰啲叫扎棍系嘛？接棍，要实俾人扮到只狗咁翻落嚟。咁当然啦。两难嘅，只要佢仲坐喺度个位一日咧，中共中央咧对佢嘅表现就一定满意嘅。你要知呢，這个，所以大家唔使谂喎，闹佢啊咁样，系喊到翻落嚟，一定系笑口面面咁。哎呀，中央对我肯定啊，支持啊咁样。你睇今年同旧年嘅比较就知噶啦，就知噶啦。旧年咧，阿超上去咧。风华正茂，高调上去之前好多嘢讲，因为有啲嘢咧，佢要问中央攞 support 噶嘛，开关系咪？十二月嘅时候，旧年12月20几号已经知道啦，落嚟取消口罩令添啦，28号啊，翻落嚟个取消口罩令喎，上去接咗棍喎，啊，通关啦，通关啦，搞咩口罩令啊？搞咩先安心出行啊？跟住全部取消晒喎。大家知唔知啊？记唔记得呢啲嘢？所以佢上去求年都俾人屌咗一镬噶啦，已经系即系以为好醒喎。七月一号上任之后，系咁啊，旧年上去仲有李克强啦，今年阿克强啊唔见咗啦，吓即系李强嗰啲摊啦。咁我谂咧，好标准嘅会面啦，然后好标准嘅话啦，因为你都谂唔到有咩同佢讲，系咪嗱？今天咧，系。有人留言咧，我都睇到啊，就系，是，你先知话好满意，咁我就谂咗一阵嘅，究竟满意佢乜春咧吓？你先知即系诶有货交，北京满意李家超述职，昨天就去咗啦。嗱，昨天去嘅，其实你大家我咧就睇晒，设法子揾一啲报道啊咁样。就要讲一讲李家超噶，系咪？咁我啲好认真噶嘛，即系过去起身食完早餐之后就喺度揾下新闻有咩，系冇嘅。有冇评论咧？系冇嘅。李家超上述职呢样嘢超级低调。佢行嘅时候喺呢个机场有冇访问？有冇讲嘢咧？有冇期望啊？冇嘅。因为即系话系咩咧？佢都唔知乜嘢事，上到去屌你可能翻唔翻嚟。最恶劣的情况是不是就好像你李克强去见李克强都不行，所以他是忐忑很害怕很难害怕的。当然也有个很有趣的讲法，他应该坐 C919、啊，这两天唉这些01啊唉星岛那些搏命在那煲啊唉那些市民很高兴啊看见 C919 飞过啊这样。在香港嚟啊嘛，点解唔顺便装佢翻上去咧？佢肯去啊，国务嘅咩？叶文娟同阿蔡洁明系嘛，私人秘书啊，两个都唔肯上机先算啦。屌，我上去会你系嘛？即系咁难得嘅机嚟咗香港，回程嘅时候点解唔顺便装啊？李家超上去啊，系咪？琴日讲过啦，系我有咁啊，啊？心机讲个C919嘅啫，都好似啲人都唔好。其实咧就即系呢啲咁样官方一套假大空，系咪？同呢个事实往往大有距离嘅。咁所以咧，啊，阿李家超几大都唔肯行近，系咪？下边喺度迎佢嚟都唔肯硬，一下飞歪咗，风节切线啊，撞落嚟咁点算啊？啊！呢，這个飞机冇零件，冇新零件嘅，你知啊？次次都要睇清楚晒，检视过，然后先至起飞，非常之小心。周围去飞，俾人睇，我哋有自己嘅民航机啦，咁样啊。
咁我就唔係想话咩嘅吓，即係乜都踩嘅，咁你都放到人造卫星上去，唔係人只人造卫星啦，放到个太空站啦，去到月球啦，呢啲科技上高嘅成就呢，咁大家就梗係觉得好啦，咁事实仲係好高㗎喇，呢啲某啲 area 好高，係咪？即係你知苏联70年代、60年代，50年代已经係美国有乜佢有乜，放人造卫星先过美国，系咪？科技上系追贴，而家争一大橛啦。中美都系当时系追到行晒，咁又如何咧？咁又如何咧？苏联人民好唔高兴，因为已经战后一切重建，经济亦都弹起咗，但系一般人系分唔到嗰个国家嘅利益噶，分唔到即系冇得益啊，冇得益就唔满意个政府啦，乜卵嘢咁？香港更加添啦，系嘛？我哋而家讲。所以你放到个 C919 冇意思噶，一般人睇我生活改善唔到，系咪？当然啦，系讲完咗唔讲嗰个 C919，我就系奇怪点解阿超咁勇，如果佢肯坐上去，我谂啊唔会嘅，即系得一架定两架啫嘛，而家整咗两架出嚟试用嘅啫嘛，系咪？唔会咁快坏咗嘅，唔会掉咗落嚟，为咗要整吓。解决呢件咁嘅麻烦有啊掉咗落嚟，好啦，咁咧就今日下午就会香港今日下午系啦，即系领导人述职啦，咁你知个样噶啦，摆张长台啊，咁如咁样，然后就吓、就当然大家会牛咁眼啦，咁留翻俾阿夫子啊嗰啲吓其他人等评论啦，系藏米夹春袋嘅，一定系嘅。即是话呢，你唔赞佢又唔啱，一定会有啲漂亮嘅表面言辞。但係我哋啲睇惯嘅呢，大约就话佢予以肯定啦，係咪？带引香港即係平稳咗啦，即係各方面稳定啦，唔知其实经济唔稳定乜用㗎嘛，一春都唔掂。稳定啦，同埋会23条立法啦。啊！据讲区议会选举，嗱，李先知就讲呢样嘢。咁呢样嘢，大家咪觉得好笑？明明一撇屎咁啦，系咪？得25.7%，系咪？定系26%咁？25.7% 嘅投票率啦，冚家铲，即系四个人有票咧，三个唔肯投啦，已经系咪？即系你都有四成啦，你起码都要啊，叫做一半啦，有50%投票，系咪？40-50%咁啦，吓冇，即系咧系20%+投票率。咁你点能够话呢个有货交咧？吓，即系呢个咧好明显咧，李家超即系呢个明报嗱，而家啲报纸好识做噶，同佢劏下线嘅呢啲系咪？即系好似系咁啊，我唔介意嘅，懒持平咁系咪？我都好持平噶。我最多咪将啲官方嘢读一读咯，我叫做咁叫做持平噶啦，喺我嚟讲。咁但系你唔可以期待，系《苹果日报》咁啦，依家《明报》好，就算系读媒都好啦。大家接受呢啲嘢，佢哋咧就会吓帮佢咧啊，比如煲下嗰只 C919啊咁样啊，官方要求咁而家要咁，咁唔通啲新闻记者唔知嘅？佢哋冇好似我咁望下啲外媒嗰啲对 C919嘅评价。就唔提佢得嗰60%系自己做嘅，60%啫喎，就系个壳啊，个壳系自己做嘅个 C919，最紧要个 engine 都唔系自己嘅，跟住其他航电系统 engine 先系最紧要啊嘛，全部唔系自己嘅，系咪？嗱，冇咩好讲嘅，咁啊，即系我估咧吓，就系冇嘢讲嘅。上一次佢咧，即系你讲系1年前去咧，大家。上网 search 下就见啦，好多嘢讲噶佢，系咪？而事实上亦都报道详尽噶，但系今年仲有冇呢啲嘢讲？有冇呢啲报道咧？我讲系不可能。比如你讲你要 review 1年里面经济系点啊？哦，政治系点啊？旧年你明咩？旧年呢个时候仲系阿黎智英本来开审噶咯，拖咗1年个足足，就因为佢搞震，要人大释法咯，系咪？唔俾啊 ，team over 嚟喎，梁振英同佢啊，梁美芬等屎忽人拖延咗1年喎。如果唔拖延，而家审完咗啦，
速速了断咗啦，件事嗰件事一定要了断噶嘛，系嘛？早一年了断咗，而家咪干手净脚咯，系47人又审完咯，系咪？咁而家咪开始23条立法咯，而家话明年立，分分钟后年先搞得掂噶，系咪？当然阿超系想耐啲喎，你知唔知？搞紧呢啲嘢，惊个社会有事，咁就要佢睇住个档，咁佢咪继续有捞咯。但系而家佢系咪继续有捞？我觉得每一日都明今天唔知明天事，就系佢行前咁低调，你见啦，冇任何新闻，亦都冇人评论啦。当然，因为你冇新闻啊，佢自己冇讲嘢啦，冇行前冇见记者啦，只能有咩期待啊呢啲。在机场一句嘢都唔讲啦，我都讲噶啦，大家留意到啦，佢近来系毫无过去嗰两个礼拜，其实好多事噶嘛，又通缉啦，又你周庭事件啦，佢好官方嗰个论述，佢紧咗嘅，即系嗰个标准讲法咧，佢就会出嚟讲一讲，佢自己系唔会加任何嘢落去嘅。咁你似佢似个录音机多过而家，系咪？衰过董建华嗰阵。即是说他自己都放弃了争取做下去，是吧？因为你做下去你不可以这样的嘛，态度问题。所以李家超将会给我们一个惊喜，为什么不是呢？是吧？如果不是没事的，这样就这样啊，就这样没4年添啊。喂，李家说着1年半而已，而且真的开始出事，被疯狂攻击。大约是什么呢？就是年终了，一周年的时候开始所有东西浮出来了，即是已经忍他不顺，顶他不忍顺了。去年这个时候呢，半年而已，他还去 APEC 的嘛，懒开心的嘛，所以去年他是很有气势的。好啦，那今天呢他就未回来啊，那我们温定他去年有些什么啊，有些什么位丰功伟绩啦，他行前呢去年啊他说哎，我哋要讲通关，咁结果就系俾人屌啦！你快啲取消口罩令啦，通咁结果佢翻嚟咪取消口罩令咯，系咪先？啊，唔系口罩令啊，嗰、那个三月先取消啊，嗰个，哎，我最捻憎嗰个疫苗通行证啊，系嘛？所以咧，我系信北京系睇我嘅视频嘅，旧年系咪？我呢啲有智慧讲嘢，叫佢彻底取消，啊，安心出行彻底取消，啊！上去梗系接咗棍啦，系嘛？嗱，而家要睇翻转头啊！好啦，上一届咧，嗱，大家不妨留意下，睇下习近平今日会唔会讲啊？带领新一届香港特区政府勇于担当，务实有为，坚决维护国家安全，大力发恢复经济活力。系，坚决维护国家安全系真嘅，系系噶啦。但系今年再望佢咧，勇于担当啦，成日都唔出嚟讲嘢啦，系嘛？连个记者会。啊！会见记者喺政府门外都唔制啦，喺个大堂嗰度啦。啊，勇于担当，务实有为。啊，咁啊，嗰啲夜缤纷啦，恢复经济活力咧，冇啦。积极回应民众关切。咁啊，啲屋啊点啊，啲公屋啊点啊，冇啦，乜都冇做过啦。啊，展现爱国者治港新气象。咁旧年都仲有啲区议员啦，系咪？啱啱选完嗰个立一议员啦。去年大家对嗰啲一议员系，但系已经过咗一年啦，都已经系麻麻叉叉噶啦。咁佢仲要得人马搞埋啲后庭会啊呢啲嘢，仲好似系等紧佢哋热身啦。咁啊两年噶咯，冚家铲4年任期，你有一大决你，我都噏唔出啲名噶。依家嗰啲咩一议员啊，成日噏嚟噏去啊，江玉宽嘅啫。所以呢班咁嘢咧，咁啊叫做真气象啦。咁而家仲话你个区议会咁样20%啲投票咧，系？即是叫做有货交是吧，满意是吧。那啊，无论他讲北京啊，跟住个新闻报道话满意不满意，是不是重点？真是满意，真满意啊，真满意。区选是加李家超汇报内容之一，那你汇报啲乜春啊，赶走晒啲民主派啊，咁样。是不是咁呢？是不是即是呢成功啊，咁样咁唔使而家话俾佢听啦，六月嗰阵你改咗嘅时候上面已经清楚知道你一定成功㗎啦。所以呢啲嘢根本係冇嘢讲啊，而家最驚上去。但係而家讲呢个 moment 系咪冇事呢？当然啦，唯一仲要俾李家超讲下嘅就係23条立法啦，咁落嚟就会讲啦。咁我话你一定立㗎啦，明年。因为你唔落23条点取消国安法就係咁简单。你咁諗就得㗎啦，係咪？所以
解读嘅问题系嘛？如果你系并存嘅，咁而家真系好捻过瘾啊！而家仲未够衰啊，香港仲要并存啊，仲要加辣啊！你谂都谂到唔会啦，系咪？我哋唔系咁冇智慧系嘛？一般人系咪啊？所以唔需要喺立场出发，乜都话唔掂嘅。我哋睇嘅事实系嗱，旧年咧就话坚定不移。一国两制方针，全力支持施依法施政。嗱，有啲字一定会叫嘅，表现满意，根本会讲支持特区政府依法施政会讲，系咪？点解好似唔见阿郑亚雄跟埋上去嘅咧？系嘛 ？Suppose 要跟埋上去喎，啊，净系带个私人秘书两件嘢，特首版主任咁啫，广泛展开合作，系、啊、更好融入国家大局。上一年嘅。好多期待嘅，期待即系咩咧？咁而家得未啊？广泛展开国际合作，有冇同国际合作啊？有冇融入国家发展大局？做咗啲乜咧？系咪？除咗放啲香港人上去消费之外，啊，大有可为，风光无限，诸如此类啦，系嘛？啊，感谢中央政府支持啊，诸如此类，疫情支持啊，旧年嘅事啊，唉，嗱，佢讲旧年啊，深知任重道远，必须理尽职责，同佢嘅团队。共同抱有共同嘅抱负，团结一致，做实事为原则，以结果为目标，结果为发展经济，改善民生。唉，咁一年落嚟咯，发展咗经济冇啊，冚家铲啦，系咪？改善民生，改善咗啲乜啊？系咪？依家唔帮我交电费啦，呢两个月我自己交啦。我哋啲穷卵老嘢，个个要自己啊喺嗰个有限嘅。长生津里面拨钱去交电费啦，咁小事都唔做啦，就嚟取消两蚊津贴啦，啊！你有咩共同抱负啊？做到啲乜啊？系嗱，大家记得七月一号旧年，习近平嚟到话要四个坚持，四个希望，系要青年兴，即香港兴，青年兴啊走捻晒啊，一个二个躺平啊，系嘛？啊，勾画愿景。多方面要创新，去年七月一号讲嘅吓，破格嘅措施系咪？即系咧，仲要讲话咁咧？啊，李家超去年就话我哋要一国两制，背靠祖国，得天独厚优势，巩固金融、贸易、航运中心地位，俾人删咗嗰个系，即系呢个经贸版，而家就将你变为敌对国家。啱啱呢两日系。一片愁云惨雾，外交关系一片愁云惨雾。而家你上代阿超乜搞成咁啊？咁样啊？咁你系咪屌翻柒转头啊？点解你唔撑我去 APEC 啊？我去唔到外边啊？咁点做嘢啊？我想做都冇人敢见我啊！嚟嚟去得啊，李光、李显龙见我咋吓、啊？最高级嘅西方领导人，嗰个同香港唔上下大细嘅小国系咪？啊，国与国嘅啫，我同佢咁样嘅关系，所以佢又肯见我。其他嗰啲大啲都费事啊，沙地阿拉伯啲耍你啫嘛，印尼啊、马来西亚嗰啲都系耍你。问下你有咩，你嚟到啊招待啊，一年里边走咗咁多国家，乜都发展唔到，创科文艺好新兴优势，发挥国家十四五规划、粤港澳大湾区建设、一带一路，乜都冇做过一年落嚟，好啦，咁啊。嗱，呢啲旧年佢讲噶吓，李家超承诺噶，会发挥呢啲嘢噶，系咪？倡议一带一路啊，航运中心、贸易金融啊，哦，大湾区建设啊，呢旧年向佢承诺嘅，咁一年落嚟做到冇？做到冇？啊，好客观啦，唔好话我讲衰你啦，讲到做到，嗱，大家唔使你，唔好金鱼记忆，如果要记忆咧。最紧要咧，就比较今年阿李家超翻嚟嘅时候，佢讲嘅嘢，佢上去之前唔敢讲嘢，翻嚟咧就会执住阿习近平一句半句，就话表示满意。我估表示满意嘅啫，系咁多，唔系等于真系满意，好多层级嘅。咁啊呢啲物啊，阿夫子佢系好熟，我都熟噶啦，我都熟噶，冇理由唔熟。你只要比较啊，嗱啲媒体记得比较啊。当然而家咧呢个咁敏感话题，即系李家超几时走啦？呢个咁敏感话题咧，媒体又唔敢得罪，应该又俾人话屌咁你嘅责任嚟噶嘛？系咪？阿超，我撑阿超，我不嬲撑佢啦，
老师梗系希望个学生好嘅，我跟住老师嘅心态，你做得好，大家都好啊嘛。咪梗系，系人都知啦，换咗第二个，唔会好多系几多嘅啫。香港，但系即系个心理好啲啫嘛。我就咁我唔系好嘅喎，对我唔好嘅喎，换咗阿超咁，我闹开呢个人，换咗我又要由头整，即系由头要建立一套论述吓、啊。你又换阿茂波上去咁，担屎唔偷食咁，呢条友又系好难论述嘅喎。等佢慢慢出錯啫喎，咁啊超一年嚟係咁出錯喎，咁我係好多儲埋好多資料，除有噏就噏咗24分鐘啦，係講佢講唔完喎，幾撚好啊！收視又每次講出嚟，而家3400啦，幾撚開心啊！啲人鬧阿超，一走咗突然間話走咗，咁我幾撚麻入麻煩咧？好啦，算啦，講住咁多先啦，等佢翻落嚟先，今日就會如常咁見見我咪李強啊咁啊，見見啊咩啊？啊！闩埋门一定接棍噶啦，啊！搏捻啰柚啰开花啊，屌柒到佢。但系开出嚟咧，就一定要笑口噬噬咁样，同埋要话俾佢听，俾个心理准备你。唉，你要为个大局着想，大局为重啊！超咁，你明唔明啊？咁阿超唔明都要明啦。嗱，我老师好心话你，千祈唔好心怀不轨啊！你睇下阿茶婆啊。左头左势当时，而家咩样啊？系咪？得闲出嚟做嘢啊！叫佢攞咗退休金啦，出嚟见下人啦、啊。咩抗日纪念啊？南京大屠杀纪念啊？出嚟啊！七一紫荆嗰啲出嚟出粮啊！你所以要出嚟见下人，唔系啊，连粮都唔肯出俾你，就系咁咋？即系只能如此啊！你都唔好得去骗。大家睇我条精华嘅时候睇到，如果你系听紧精华咧，你知我呢个幽默喺边度，系咪？但系你冇啊，你千祈唔好多事干，系咪？阿茶婆就因为多事干，企图唔走，啊，要阿侄亲自请佢两食两次饭，今次咧，系自己要求走，咁咧，即系咧会关照下你嘅，系咪？去西藏做警察头子咁，个挺咧。諸如此類啦，啊，你啲經驗有用嘅，係咪？話曬你都係西方訓練出嚟嘅警察首長，係咪？你同阿鄧炳強喺中國嘅制度裏邊，其實你哋可以提供一啲顧問角色嘅，啊，有合理安排俾你嘅，我覺得冇合理安排俾阿插婆咧，就因為插婆係抗拒下台嘅當時，咁啊人都。我見到中央咧、中共咧都好技巧啊，咁先安排到佢走嘅。我覺得係即係，但係之後咧就我嗰陣評論過㗎，我唔係而家講㗎。我認為佢最麻煩咧，當時叫佢走就係你點安排佢啊？第日啲人點同佢賣命啊？咁啊，誰不知道咧？大把人屎忽痕咧，係都要想做下特首咁啊，係嘛？咁啊做啦，做咗好撚開心啦，舊年。是吧去 APEC 啦，同国际领导人一起啦。看他在高楼，看他楼塌了，是吧楼塌了，是吧没。现在上台英念落台词，有牌要讲这些，讲住这么多先算了，不要那么长气，每天都这么长气，不好意思，好不好？我们换话题了，